差多少呢？按记录来看，就现在的记录上差个小一秒。从现在的这个实战记录来看，实战记录，嗯，这么说那确实是。看一下起步吧，双侧还是断掉？哎，两个断掉，两个双侧。狮子的起步要更快一点。后面，哎，阿神跟千寻两个人都碰了墙。对。而这一张图，狮子冲了出来，阿康在后面保驾护航。现在 AG 起步即成为了一个双领跑，对于这家来说，后追不是那么的容易。对，怎么说？没法说，这才刚开始，对吗？我怕你吗？不怕呀，对吧？你今天好嚣张啊！哎，怎么了？看一下前面，感觉阿康越追越近了，阿生这个意思放的没有问题，前面两个感觉打起来了呀。对，阿康想让一下。稍微让一下，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双领跑的话，就保持住就好了。对，五阿生被蹭到了，很难受啊。是的。再来个甩尾段位，但是脱飘了呀。是，后面千寻已经上来了。是的，哦，这把单圈56点中。这个距离啊，非常的稳固。阿生、阿康跟狮子之间的距离呢，在第二圈对拉开了，极其安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对，哎，差一点，但那个视角看起来好像啊，好贴哦。对，这边在补气，现在四个人之间的距离都拉开了，这就在刚才镜头转换之间，前面狮子又是一个失误，狮子空开氮气，哦，被阿康反超了，而后面千寻应该不用跳秒了，阿生要跳秒。那这一局就是两分。其实本来对于 AG 来说优势是挺大的，是，但是两分也尚能接受。嗯，看一下最后冲线，1分50秒，68，不对，哦，都跳了，双跳秒，3分。刚好在这个中间值，3分以内分差小，3分以外分差大，3分刚刚好，刚刚好，不多不少，什么歪理？可接受，3分其实也不小吧，我觉得。但是，你如果说十一城，你从星级去想，那3分挺大的，因为它只是一张三星图。对。但是它在三星图里边的地位其实和许多图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因为它太长了，需要做的细节太多了。太多了。你一个弯节奏上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你接下来这一段长直线可能都会有影响。就像刚刚狮子。对。那一个氮气平开，然后直接被阿康反超了，这就会导致你的成绩变慢。看双跳秒，没错，1.17秒，3分。接下来是零号试验场，零号狮子不怕的呀？对啊，狮子哥是不怕的呀。嗯。前面阿生先上了墙，然后紧接着把千寻这边给卡了一下，带歪了。哦，这个顺侧，哎，就是这里，平开氮气，嗯，然后侧身再拉个侧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看我阿康哥一脸嫌弃，我阿康王，那我叫哥是不是显得更亲切一点？但是阿康王会显得更霸气一点，确实。就这几天的比赛里面呢，确实分不清到底 AG 谁是一号位，分不清，因为阿康现在有这个一号位的实力，而且狮子哥是真让啊，真让，他是真的往外让，他卡也是真卡，让也是真让，嗯，就发现了阿康带他飞几次之后呢。他就很识时务。狮子哥一直在联赛里边啊，是个老实人，是吧？他从来不扯虚的。就你有实力，我真让你啊；我有失误，我自己真下去。那这种能怎么样挣扎吗？没有办法呀，就是你有实力，我难道不该让你吗？我失误了，我难道不该下去吗？狮子哥作为这么多年 AG 的一个老将啊，确实带了很多届选手，这偶尔就是靠别人带一带也正常，就很实诚，嗯，一点不装，
和人设正好相反，老实人。对。但最近感觉狮子的兴致不高啊。确实，就感觉打比赛的时候始终有一点点提不上劲儿。其实我也是和一些选手聊过的，就是有一些选手其实现在生活上确实是或多或少作息啊或者其他方面会有一点点小困难，所以说我不确定这到底会不会对他们的比赛状态产生影响。看一下这张图，四辆暗耀武神，记录四个都是林庆的。对，然后这一局，哦呦，这个记录千寻跟狮子是完全小秒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然后阿生反倒是最快的，好像他快了0.01秒。嗯，看一下，哎，皮肤哥先出去了。哎，阿康这里气能积满，顺势反超两个人，再来一个脱漂，卡两下气。谁？千寻上来卡他，卡过去了。两个人又碰撞在一起，狮子来到了第二。没错，而且这个路线的话，千寻落地也不太好。阿康现在在第三名。是的，前面阿生领跑的非常的稳，这和我们的印象流其实不太一样。好，对吧？这阿生现在成了这张图主要的那个得分点了。对，感觉被带起来了。嗯。而后面狮子有失误，给到了千寻机会，后追非常凶。是的。这里阿康路线有点小危险，这个断空飘有问题吗？没问题，能跳上来。对的，延续。前边千寻反超了狮子了，狮子好像又是自己出失误了。是的，但是他们俩距离阿生都是有一定安全距离的，感觉有可能跳秒，有可能三人跳，不就意思已经歪掉了，刚好撞到了近道。嗯，而后面的小飘也影响到了，现在阿康来到第三。狮子来到了第四，前面阿生领跑没有问题，非常的稳定。关键是千寻能不能够跟住一个十，肯定的。这么来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的，而且阿生最后路线非常好，节奏也很好，最后一个断空飘没有失误了。跳上来，延续过来，也点飘，恭喜阿生。哦，平了。平了。对啊，你说大分。对啊，总分平了。这把三分嘛，好像是千寻在马上要跳的那一瞬间进了。他是十分。我、哦、今天狮子哥第一把，因为第一把也有失误嘛。嗯。虽然说是他冲的线。嗯。哎，不是他。第一局是阿康冲的线。对。他是十分，但这一局失误有点多了。第一局是狮子哥本来一直冲下了他。完成了领跑的70%-80%吧。嗯，就是哪队能杀出去，哪队还是一个双领跑。哎，是吧？你看现在两队两局都是21分。那下一张图是 AG 的王图了，是这个断鸟脱飘。哦，千寻这边。拉的幅度有点大。嗯，引上了空开氮气，哎呦，这是第二圈最后，反正不撞这一下的话呢，也应该得是9分。看一下起步，从前两局来看，起步非常的关键，起步侧身起，千寻更快。你还是双杀，我以为他卡两下气之后是要硬砍的。这希尔还是抢了一个双领跑。对，而且现在千寻来到领跑，千寻的稳定性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好还是不好呢？好呀，啊，相当之好。而且狮子这里追得很快，靠科教的弹竟然没上去，没上去，很帅啊！这里还稍微挡了一下阿康的路线。是的，还要卡气，再卡气，还得再卡，而且单机没放出来。狮子哥，这图确实感觉不太适合他，感觉现在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前面阿森是有点小失误的，阿康这边凭借速度优势直接反超过去了。对，而千寻依然很稳定，
就是你让千寻冲出去，你要他给你主动食物其实是很难的，他很少会给这种机会。现在千寻已经是越来越稳了，感觉脱标啊，身反超了，现在这个十分啊，要跟紧十分，而后边狮子哥的话可能九分。是的，千寻最后重建没有问题，后面的分数分、啊、怎么说？2分 ，HE 落后两分，从第四张图开始选图。是的，哎，看到了，又挡住了，短暂，又哎，而帅气，反复狠跳。这梦回孤蜀，我就真的觉得跟 AG 的整体调性不符。他们以往困难图打得多，对。梦回孤蜀单圈赛道，然后其实细节要比路线稍微重要一点点。玩这张图啊，首先你手速要快，对，其次你弹射要稳，其实最关键我觉得就是你起步你得杀出来。对，起步又很难杀出去，狮子跟阿森第二个侧身都没分，你杀出来应该也是，对，杀出来你能跑得很舒服。嗯，而且这个食物其实很大的啊，这个脱漂但还是能跟十分，狮子也是刚刚好跳。嗯，那接下来 AG 要不要稍微上点难度呢？稍微来那么一点点、哦、就一点点，就四星图，四星甚至是五星的也没啥能跑的哈。嗯，反压这么刺激吗？反压不建议吧，我觉得反压现在最起码比莫高窟之类的好一些吧。那不空感好啊？空感有一说一啊，那叫上一点点难度吗？因为你上莫高窟我觉得真不如。你是不是对一点点有什么误解？就也不是说对一点点有误解，但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嘛。啊，性价比来说嘛，对 AG 来说你选这个莫高窟、嗯、是 GCR 的王图呀。嗯，所以你觉得不如就选一些直接就是索性三星到四星，四星偏好。对，四星偏好，最好是四星图或者天鹅堡。哎，四星雪山之巅，四亮天星雪山古蜀，这最近登场率极高啊。对啊，成了这个赛季比较热门的赛道，大家的新宠。上赛季是海滨之眼要比雪山之巅高一点，但这个赛季对雪山之巅以及古蜀网吧，网吧其实还好。对，就这些可以一路C 的流行偏行者这样的特性。对，一个赛季有一个赛季的频率感觉。是的。哎，狮子哥又来到了第四，飞过来，这一张图阿森跑的是非常的好的。对，但前面阿康有去对他产生进攻，有机会能贴。这边再弹，对呀、啊，先弹的强了，现在狮子来了，上来了，这点小弟弟有一点脱漂，两个人对上了一下，被阿康捡了机会。是的，现在 AG 来到了双零炮，又是熟悉的双零炮。氮气节奏有问题啊，阿森这个脱漂其实有点是被千寻挡的。是的，挤在一起的时候很难弹。对，现在利用 ECO 直接形成反超。阿森现在来到第四，千寻后追感觉距离有，想要反超基本上不太可能了。对，因为后面没有太多失误点了，真没有太多失误，失误只能说是不常规，很不常规。但你如果真要是硬失误的话呢，也出现了，但很少嘛。对，也是有这一点飘，这个进道插不歪，没问题。后去我们也上，但是一分，一分。把分数稍微收回来一点点，然后紧接着再选，打得很保守。不像他们，对，感觉会不会是因为最近玩的图都比较的简单，
生活的苦有点吃够了，所以有点找不到自己了。可能也是因为咱们联赛整体来讲啊，确实强度够，强度比较大。最近选手连续打了三四周之后呢，稍微这种疲惫感有点积累起来了。对，要急需调整状态啊。对，在你来到季后赛之前，你的这个状态如果调整不好的话，这是很致命的。只能说常规赛还有机会。狮子的这个 ECU 点的有点慢，但是我就在想，我说难道狮子没有 ECU 吗？但是他距离又跟上了，跟上了，他就是 ECU 放慢了。对，第一下点没点到吧？不然的话，千寻应该反超不了。下一张图还是 AG 来选，会不会一张图就像刚才咱们第四张图之前的预测一样？怎么了？直接拿难度了？不至于，我觉得天鹅堡他们真的可以打，真的打，对，很适合拿来打击一下，给狮子哥找找自信啊。四星图里边、或者苏格兰场找手感比较好的西湖长城，但西湖不推荐，不建议。对，因为西湖是这个赛季初阿神跑的非常好的一张赛道。其实我觉得就两张图了，什么就要么天鹅堡要么苏格兰场。那如果说出了第三张呢？那就有第三张啊。但我个人觉得嘛，觉得嘛、大概率孩子就这两，还是这么聪明啊。因为天鹅堡最近狮子哥手感正热，阿康其实跑得也很不错。我反倒觉得天鹅堡跟长城两个可以试一下，都可以，因为长城没搬。而且长城其实效果是比较不错的，以往来说效果不错。对，就是它难度呢又不算是顶级的高，同时呢你如果跑好了还能够把一定的分数给搬回来，甚至说能够取得一定的领先的优势。看吧，选手们怎么选择。那就是你觉得长城嘛？我觉得苏格兰场，天鹅堡苏格兰场嘛。不是，我也加了天鹅堡。好，对，这是共同的。好的，所以区别就在于四星和六星，不能七星。七星我觉得这点应该可以达成共识，不会呢？就不至于。对，还太早。而且现在你状态不好啊。对啊，你现在这个状态，万一打七星，真给自己一棒子打死了，你后边怎么玩呢？怎么说？四星图侏罗纪。哦，凯蒂雷诺，逐星者。对。剩下两个智慧女神倒是常见，但这两辆赛车凯迪诺确实也其他图不怎么用了。得防一手人鱼岛。所以智慧女神只开出来一辆。对，那这个起步就是狮子哥跟阿森哥的较量了。大家起步，起步狮子会更快一点，更快一点。是的，哎，那这俩神蹭了两下，很伤，很伤。哇，这智慧女神前期没出来。对，现在可以把它当做是一辆，是一辆凯蒂雷诺。这边阿生又是跳下来之后磕了一下，而凯蒂雷诺呢，现在落到第四名。阿生能赢上吗？赢上了，来个侧身，再跳过来。CWW。这里阿康直接被反超了，应该是这个 CWW 啊。那现在来阿森来后追狮子，这里延续没问题。但是阿康现在这里非常强，要反超了。哦，硬砍，不，两个人都出现了问题。后边阿康也是跟着，然后结果千寻受害者。对，但是狮子感觉距离没拉远，领先的距离甚至说被拉近了一点。对，有失误。本来以为是
差一个人了。但是没有。哦，这俩出战又被拉下去。谦虚要跳，阿康跳不跳？跳了。一分。就一分一分对。本来其实是挺明显的优势的。本来最多应该也就两分嘛。不止吧，不一定。可能多一点的话有三分，但一分一分总好过没有分，这倒是。所以慢慢来，但只是这种追分态度啊，这种追分的情况，跟以往 AG 我们熟知的 AG 不太一样，就是他喜欢玩大的，他现在太稳了。他现在稳的这种感觉呢，和以前我们的印象里边确实出入很大。就稳的像是哪支队伍呢？我觉得绿三加加 RWK 好像没有这么稳。没有。这个赛季来说，好像也没有哪支队伍特别的稳。但其实也是正常的，就是因为如果你们觉得实力都相差比较近的话，你稳着打。是没错的，没有错。对，阿康这关是周四要不单喷，这里他已经不弹了，要拉侧身了。哦，狮子这里双杀变形了。打平，对吧？对，打平的话呢 ，JCR 选，这是好消息啊。JCR 选什么呢？选西湖了。可以啊。刚才咱们觉得不建议的这张图，对啊，对于 AG 来说不建议，那对于 JC 来说就建议，或者他们可以再平稳一点，就还是打三星杀都。对，咱们先拖着吧。哎，他点头了。哦，他说杀都行。对，哎呀，你们这么打电话不会影响他比赛吗？还好，实时播报嘛。啊，没毛病，我觉得杀都真没毛病。还有什么是他们比较擅长的简单赛道？实在不行你就跑跑什么海滨之眼之类的。哎，海滨之眼可以。对啊，这种图，而且甚至有可能说，当然海滨之眼不太至于啊，就其他的小分赛道，还有一个双生战神的事儿，战药双生。就大家现在对这两辆赛车的一个使用呢，依然说没有完完全全保持一致。就这样双生就是打杀都会好一点嘛，我觉得。不然的话，其实像今天有出来的新木游乐园，哎，对吧？可能还能打个裁决者出来呢。但新木感觉好像两边都不太擅长，对，都比较少。千寻之前是他，这是他的记录图。哦，新木是千寻的记录图。所以这一张图的选择啊，我觉得是可以往小分上面去走，沙都是不错的。刚刚也跟千寻达成共识了嘛，他本人知道这个事儿吗？不然他怎么回应的我呢？而且今天的主旋律啊，就是以稳。那稳的话，我觉得不如把稳进行到底，不要把比分打得太开。但这种比赛呢，其实暗藏杀机，但是对于比赛整体而言，会感觉有点不够尽兴。你喜欢看人家整活？对，不是我喜欢看，是我喜欢整。整一下。现在不太合适。怎么说？不知道，这张图犹豫的时间有点久，需要慎重考虑。我觉得不需要这么慎重，才第几张？第六张吧。就现在按这个形式打下去，是很有可能进加赛的。对。第五张还是第六张？长城，刚刚你是推荐AG选的吧？
我是觉得 AJ 可以打，但是对于 GCR 来说也没有那么不能打呀。感觉选到点上去了呀，双方都愿意打的。对，但只是阿康的成绩稍微有点慢而已，还是得看一下。看起步，哦，起步，两辆麦克伦更快。在前，这边汇合过来之后是阿生第一。哎，谁？阿康。哦，好严重啊，这很伤啊，这一下。对啊，前面还有人失误，两个人失误，阿生冲出去了。狮子第三了。是的。那这个距离，千寻跟阿生两个人跟车不用担心，两个人配合这么久了。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默契上的问题。他俩现在这个距离有点近，近，但比较极限。狮子哥这边，狮子哥也感觉你们很近，被吓到了。而且后边阿康的距离就是这样都没上来。前面阿生的让车让得非常的极致。嗯。那这一把大分差就来了呀，是吧？对。大家这个位置我觉得断空飘应该没有人会失误，但狮子再失误一下，先给你来一手，没准六分都有了。断空飘来了，前面两个人很稳定，至于后面的也很稳定，很快都没有失误。果然最后冲进的是阿生，千寻21分7进6进，千寻阿生21分8 7 15分6分，打了个莫高窟出来。不要总提莫高窟了，刚才我在比赛里边不是说了吗，我说这6分可能有了。这现在我对6分的判断啊相当准确，有经验。对，那你说这一张长城现在是 JCR 选出来的搬到了6分、要是像你刚才说的让 AG 来选，那是不是6分是不是 AG 赢呢？不一定，这事不好说，但6分来了呀。对，加赛现在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吧？得看下一张 AG 选的图他们能不能赢，他们只要能赢，哇、加赛还是有的。你看比分60-60 57-57，是就是点对点的赢了3分。是的，我阿康这很难受啊。前面狮子失误了，连带到了千寻。突然想起来，好像上次就是咱们说的狮子哥，好像在前面那个室内经常会出现失误。但狮子哥今天的 ECU 手感不太好，已经是第二次点不到了。就感觉这一周比赛比下来啊，狮子哥的一个状态都没有前几周发挥那么好。就好像这个赛季的所有选手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一样，每周给我们换一个人。第一周是宁青，第二周是我忘了，第三周是敏敏，现在是狮子，第二周可能是小玉，是吧？这还是我只是数了一位，但其实不止。对。那下一张图对于 AG 来说，我没办法去预测他们会选什么图，确实不太好想。我觉得预测不来。就如果按我们常规的思路选男图，但你这很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而且六分什么概念呢？念我下一张图一定要赢分，对，不管是什么图。哎，那每周行不行？行，对吧？首先同车。其次的话呢，狮子哥的每周其实是挺快的，天鹅堡也行。哎，天鹅堡今天就看他们到底能不能选出来一次。念叨很久了，确实，但是他们实在是听不见的，给孩子圆个梦吧。哦，也在商量，怎么说用什么车？机甲。我感觉这就不是每周了，
每周的话应该不需要犹豫赛车的使用的，就感觉可能是千寻在问阿森开机甲，有可能是那意思。阿森说每周你开什么机甲，那倒他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出现的啊、哦。啊，再看看你确定吗？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必要。确实，每周的话确实没必要机甲的啊、哦，至少没怎么见过啊。狮子哥今天每一局打完之后的镜头，只要一给到他，都是差不多相同的姿势。刚说完，有一点小困的是感觉，有点小疲惫至少，因为对他们来说也是打了个背靠背嘛。嗯，昨天一个劲敌之争，今天又是一个双核驱动，这个双核驱动也是很难缠啊。双六十吗？对呀、啊，对吧？纯纯的双核。反正第七局打完，他们俩的分差一定会有所变化，不会是一样的了。嗯。哎，达成共识了，这是。好的，就他了，然后盯着屏幕，来吧，来吧。阿康这边还在换，到底是什么能纠结这么久？擦擦屏幕，擦擦屏幕。哎，再喝口水。来了，青天鹅堡，圆梦了，圆梦了，圆梦了。难怪青寻会在那想，因为有机甲的事儿。对，原子机星对序列未来。果然，其实刚才他们的对话我们大概猜到了。嗯，用机甲吗？你用吗？对，阿森说：“我用吧。”然后剩下两位选手千寻跟阿康是本能身位，这样的话两边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康相对来讲还是偏二号位一点点。这张图狮子哥的王图，哎，对，阿康这局得跟，得跟，看一手起步，狮子哥这局起步能不能把握住机会？把握住了，来了，狮子哥先冲出来了。和阿森来到了第四，前面师哥没投票，谁？千寻。千寻。而且这个快出，但狮子哥这边还是落到第三了。哎。现在阿康来到零八，阿森要去对他发起进攻了，挤内线，在这里卡住内线，卡到了。是，元气之星现在反超了过去。是的，那哎。而狮子哥的序列未来落到第四名了。这有点难了呀，这里你要极限吗？掉下去了，很极限，这能掉？那确实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掉落。他应该也是第一次，我觉得。前后这个一四之间的差距有点大了，有点大，而且是两辆机甲之间的差距。对，阿康在苦苦后追呀、啊。那。现在狮子也在后追，阿森的距离稍微越来，按照这个距离下去的话，加赛就没有了呀。加赛是没有了的，一定没有了。就哪怕阿森在出现的失误被阿康给追上，得弹也没用。对，而且我并不觉得阿森能失误了，就剩这一点距离，他一定能稳到底，没有问题。连续玩到结束了呀，这种冲线的成绩有机会有记录了，记录来了，1分28秒90，打破了六耳的记录。RWK 六耳的记录，儿子哥好像唯一的一张记录了吧？是的，爸，就这一张被打破了。那这样的话，截至目前，应该所有的记录图都是由本赛季在大名单之上的选手所创下的了，对吧？因为基本没有什么是上赛季破了记录，这个赛季不在大名单的选手，嗯，比较少，也就是你跟六儿，基本是以你们两个多一点。严清杰。然后云海的记录不知道还剩不剩下了。
对吧？但于海也在名单之上，只不过他目前没出场而已。但也得恭喜 JCR， 没错。先来看一下，六儿保持了119天的新天王。对，在今天这个周六，阿深以1:28.90的成绩打破了。使用的也是我们的机甲，是的，带的是魔王天师，同时也为 JCR 取得了2v2的比赛胜利。对，没有加赛。哇，今天这个发挥确实让我们有点想不到，而且最后如果说打 solo 的话，就是阿生打狮子。嗯，这边得分最高，这边得分最低，亦是场上的分数最高和分数最低的两位选手。对，这一把其实狮子前面冲出去了，局势一片大好，但是就在一球点之前。